咁所以如果要真係搞一個紅館成萬人嘅演唱會，簡直係天方夜譚。但我哋將呢個天方夜譚，試下變成真先，咁就係虛擬世界度發生咯。咁其次就係即係喺入邊加多啲新嘅玩法啦。即係將佢嗰個虛擬裏邊帶到翻即係貼地嘅嘢，即係譬如話哦，入場要排隊啊，跟住入場前要探熱啊，記者會嘅凳與凳之間嘅距離一點五米啊，咁就喺虛擬裏邊帶點真實咯。同埋所有嘅畫面都係好靚咯，我覺得佢哋真係做得好用心啊！製作嘅團隊係嘅。除了觀眾有一些身體之外，其實我們都有很多東西在台上是平時做不到的，例如不知道飛去哪裡，或者各式各樣不同的，你想到的可能都可以在那個 show 裡面看到。